你可以打我用力一点，因为代表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你愿不愿意跟彩妮一起生活看看？我的理智告诉我，应该要把彩妮送回新怀 Allen， 但是我的手想要紧紧抓着你不放。其实我比你还害怕，我害怕你知道真相之后，你不会再叫我爸比。未来戏剧台每周六晚上9点，5858在一起。